今天要分享的是转蛋合掌祈福动物啊，就我们讲的拜拜姿势。然后总计五款啊，分别是柴犬，然后米格斯的猫、水獭，然后企鹅跟所谓的白海豚啊，总计是五款。然后就直接分享给大家看里面内容物啊。第一个要开的这个是白色，不是白色，绿色转蛋里面的是柴犬啊。感觉日本不知道，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柴犬是只有他们日本有还是这样。他们真的很爱出柴犬的公仔，但柴犬很可爱是没错。内容物上侧面看这样子，前面看这样子啊，它连手的部分是硬的，所以没办法往下举啊，有点可惜啊。后面这样子转圈，底部这边，那把所谓的没有所谓的那种没有所谓的标签的部分啊。其实看起来有点像狐狸啊，侧面正面看这样子啊，脸做的还蛮好看的。这是第一款柴犬、啊，上面这样子、啊，我本来以为看到浮水印，结果这样转一圈好像都没有啊。所以往下拨一点给大家看，这是柴犬，这是绿色转蛋里面的柴犬，然后再开的是蓝色转蛋啊，蓝色转蛋这一个是猫，我的猫咪、啊。它这个转蛋好结实啊，打不太开、啊。蓝色转蛋里面的是猫咪啊，蓝色转蛋里面是猫咪，侧面看这样子，后面这样子有花纹啊，转一圈，然后鼻头也有做粉红色，还蛮可爱的。脚步是这样子，这是猫咪，这是蓝色转蛋啊。在哦，这个是。粉红色转蛋，粉红色转蛋里面的是企鹅啊。被本人捏破了。企鹅这样子，正面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子啊。企鹅注意看它脸、眼睛那个眼珠的部分，它其实有画出来，还蛮可爱的。企鹅这样子，底部是这样子啊，就连脚趾的部分，注意看脚趾都有帮你点了黑点啊。这是企鹅后面这样子。粉红色转蛋的企鹅这个站起来也是可以啊，然后再来是这个是白海豚啊，算是米色转蛋或黄色转蛋吧，海豚上侧面这样子啊，基本上是白色，然后好像有点透，有点粉红粉红的啦。前面看这样转圈，这是海豚黄米色转蛋，然后最后一个这是水獭，橘色转蛋，水獭这样。侧面是这样转一圈，这是水獭，上面这样子，底部是这样子啊，脚还蛮小的。这第一弹总计五款啊，然后现在已经知道它后面会出第二弹、第三弹，都已经有出现图片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寻。